下来啊，来。最亲爱的野火，再见了，也请你带走我，既然没情啊，留不下我一个轮廓，把你的爱还给安静的天空，让汹涌的温柔随它去自由。最亲爱的烟火，再见了，也请你带走我，既然选择的不是我，我紧紧降落，现在目前分数 ，OK， 目前还是慧如跟中中最高分哦，85分，还有甜甜跟 Big 85分，然后以乔跟子欣已经追上了80分，然后依佩跟曼群是80分，目前一样没有变的，子谦我们跟伟伟的还是很烂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好吧，那这个五组呢，今天只会有一组拿到第一名，这进入下一个环节而已，第一阶段，第一阶段，第一阶段，好，来，请出题。趁你没回头，趁背影寂寞，才敢把分手说得洒脱。也许该懂了这心酸心的，勇敢的爱还是输给猜测。前文等一下 solo 好吧？前文的歌，三词都会。二，因为这部戏我有演。它是《女兵日记》的插曲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有，怎么了？好，请亮答案。哎，哦，蔡天鸿，蔡天鸿，对对对，易峰的，易峰，卓易峰，哎，来，请我 solo 一下来哈，来。最亲爱的野火，再见了，也请你带走我，既然没情啊，留不下我一个轮廓，把你的爱还给。汹涌的温柔随它去自由，最亲爱的烟火，再见了，也请你带走我，既然选择的不是我，我紧紧降落，把我的爱留给大地的辽阔，让我找回那个最自然的我。作曲家 ，Reporter 解谜赛，你们手上都有拿到他这个 DNA 的 Reporter 的线索，依照趴数高低可以获得血缘线索，最快解谜成功就直接晋级到第二季，哦，就那么简单，真的重要哎，三，